他那个不是说的，他都是他那个的嘛。老挨着局，他挺好，挨着局，他挺好嘛，好。他这一三十，三十也好。哎呀，那七条的走也耐不住了，不得劲了，事都没有了。绕着转更走，太复杂，他不走不来的。前面是三十，三十。这一步就走得可以。 你先去局，你别跟你管闲的。绕个路，绕个路，绕个路。真不是，还跑。对，他们跑到马，但自动都练不能，这都练不能，这下子够不住，马都跳着，他顶不出来。还有这公路，他顶不住。他顶不住。他顶了，他顶不住，这就是顶不住。这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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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了，这两个马虎不理他，你供不下去，卖又卖不出来。贫居贫居，贫啥居啊？贫了居，大庄名，大是大军，大庄名，他是啥嘛？现在都过不来，春年都过不来。过农大也是给他打了，我跟你说。打了给你拆了，我打了咱。菜刀给你拱了，都是给你打了。你先出局，那个局出来颜色的局，你这他拱没事，你两个，哎，别别动这了，你把这局出来，你的局。他一弄，我不给他打了。你打了打了，那肯定是输了。先出局，他拱了你干嘛？有啥气？你先把那局再放那里边，这局出来可不得了。他拱了你干嘛了？没气。这回就能骂呗。那还骂呗？那还打？他打个菜了，打的。去山里他供下来了。那天我不供下来，我咋了？拼老多，先拼拼。这时候有拼棋，这有拼棋。哎呀，有大卓玛了。大卓玛，他木卓玛大了了，对，大了。这我看好好的，这是。那个局就坐马，那个那地局看看搁哪，地一这个地搁。那人家怎么给他马打了嘞？打一步吧。嗯。给他马打了。咋会打那马呢？不要了。再会打了。你打一步不？你吃跑的那个打走路。吃跑和打跑是一样的，一样的他跑跑吧。打一步吧，你这打一步不到，你马不就给他看着？看住了我摆不住多了他搞起来他看都看不住人家这些啥也不能走也等会跟着马开吧他回来盯着他吃得了还吃得了吃得了跑那你走往下走一步往下走一步走一步走两步多少走可能就咱们跑不大点，走不走多了，不带劲。咱们跑，可以，那练着一些。给他吃了。练着好不好？练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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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吧？这回我操心了。练着不太好吧？练着。啊？练啥了？你走两步就错了。跑呀，进一步。那跑不敢离。进一步，进两步，他看好出局的嘛。进一步，进两步。啊，进一步就错。进两步。进两步也高举平。高举打一架，跟他打一架，那能打到一架。高举多跑不能打下去。你看你进这一步吧。啊，他抓你了。进一步就多了，你们进一步就多了。他撵不死你都多了。他出着局，你看他进两步的，大出着局。大一家，你瞧这多好。哎，明说那些打的。哎呀，张不起，还真走坏了，把自己给我打跑了。没看到这一步，这一步厉害，咱不太厉害，这都是命气汉。我都没看，你有的瞧着有的没瞧着。你说还搞局都打架，那这都输了。没进那个局呢，你把这个局跟那压着都不都多了。他不是来捉局，那个局不是也不是了吗？捉吧也不是，这也不是，这不是啥？这不是完？腿现在都脱了，腿吃的都脱了。对，要僵了。僵我的妈！不是，刚才说腿局，这些年的。那还不中，那啥啥的吧？那你啥一打给你打的？你啥啥都给你打的？打得一大局，过那边俩炮带局。哦，我这边要啥嘞？要啥嘞？都在外家，我这还中嘞？那都没法中。那没法中。那没法中嘞？那没法中。那只有外边，不外边？外边进局。外边也是。差点进局，给你干些。对呀，那闹不完。那还打一会儿？还打两会儿？我局夹住他，那不是冲炮？中不了。主要不中，是吧？这开开，我开开。中炮了。
直接种苗了，对吧？直接种苗了，哎，直接下去。现在必须买。只有成节的多了。成个是成年不成年也有进局了，成年也进局了，成年也奖励大多了。奖励票，奖励票，奖励进局了，奖励票了，奖励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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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接了，这一大家子就没了，没接了，这跑这样都百万样子的城市，那不接了，上气，那不接了，累了，干完了，走了，都走，没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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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子，我上家子就跟不上，不跑，咋可不是？那个跑一家，啊，中国一家啥？巨人，大象一家，知识啊都多了，啊，跟那不大象啊，你还跟大象？知识也没用啊，知识一家子在头上还没接。冲跑一家，这外头要冲跑，把我当大鱼了。他只是意意思，你万一趁不用趁机，我知道表，我知道哪边都懂，在哪也有懂，在哪不是懂啊？在哪都是。你直接用跑一家一路再倒一家，不都多了？还有再多种了一手，是不是？他直接讲了，他是用举讲的事。啊，那就是你这么多，直接多走一步，啊，多走一步，这都不是。跑直接就他们他第二步跑到三步去，他还得下来，这个多意思。他连那都跑个连那大路了，那个大路了，不满意，一个都是。为啥就是妻子说先入后入，那像这个那个什么都不一样。大人家决定命运了，这个吃多少了？吃不了，你吃大人啥用？不吃了，那大爷不要了，腿跑就。那个他腿他打不了老家都去了，他的意思都到相当那一点了，家里。嗯，住了。太能那个局台，那个局把这个局往上插，他这个跑啥的，下了多少次太多了，这放那样我你咋住？那个跑没有底了，那谁得扯了？扯了，对他们危险，啥也能干了。直接讲，他撵着他，他搁那子撵着他没有危险。撵能跑，撵的也没啥意义，能跑没有危险。不能有那个跑呢，不能有那个局呢。他有这个局，他吃了。